第一场第四号运动员刘同心，山东佛山大桥代表团，最后得分9.10分。第二场第一号运动员雷斌，重庆市江堤区代表队，最后得分8.90分。三号运动员最后得分8.85分。四号、五号、六号运动员进场。第二场第二号运动员李涉莹，河南省一马市代表队，最后得分9.06分。三号运动员于学善，山东日照市东莞区代表队，最后得分